生这一摆过，无论伊要安怎过，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？ 其实我爱你，绝对就上爱你，不该讲这多，大声讲我爱你。你讲啥？我会吃我心肝病，我在你心里听，我的眼睛，我刚刚看到你美丽的相片，三个人孤单一个人，当我闭上呼吸，把这一切还有你，希望你也爱我一句，希望你也疼我一句。这一摆过，无论要安怎过，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？ 其实我爱你，做我最想爱你，敢讲这句，我想讲。第几届来啊？中华一块的大家，大家都有好好喝水，然后不要碰撞，然后大家温暖幸福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这张，我们今年有带来一张新的作品，叫做《我们以后要结婚》。那我们刚那首歌叫做《枪棒立干杯》，这里过来 ，Girlfriend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阿明与我》。想要
我是一个女娃。我未婚，爱叫我阿姐，我实在不当来甲你创。我用声讲来阿妈伫这，永远无遗憾。我是一个假阿姐，你安怎好受欢迎哦，然后前阵子最近出新专辑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出了一张新专辑叫《我们以后要结婚》。对，这个名字很口语化。对啊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我愿意。你已经嫁了，你要唱《我们以后要离婚》。不要。那你还想嫁给他？这个是歌词里面的一句，行不行？对，有一首歌叫《孤独的人，我们一起出发》里面的一句歌词。哦，那主要是这张专辑讲的是有关于是承诺跟现代爱情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以后要结婚这件事，包括了这两件事。哦，跟承诺有关，跟承诺有关，又跟爱情有关。因为当你浪子回头之后，对女人要负责任啊，一定要负责任，一定要负责任。以前那样浓溜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回头太好了。对，马宇是不是大家都很爱浪子回头？是不是？会唱的举手。从最后一排，连那个八楼楼上的都会唱，你看。可是我告诉你们一个可怕的事实。什么？今天歌单竟然没有《浪子回头》啊！你们哀怨的声音不够大声哦。没有《浪子回头》，这样像话吗？让我看到你们的眼泪。也看到眼泪有点太难了吧？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昨天我们比照一下，昨天像佩慈没有唱代表作，我们就会说可不可以清唱两句？清唱一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就是说，你看连 JJ 都在唱的《浪子回头》。对呀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没办法清唱，我是弹个琴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来玩大一点好不好？真的。你弹，然后呢，阿德唱。好，可以。好。来个不一样的嘛。来一下。他们两个一起唱好了。对，阿仁阿德，好不好？不一样的，好，你负责弹，来 ，OK， 好，独家的新北欢乐耶诞城版本 ，One Two， 对，好听耶。有时间咱拢老，带好囝到底，拢总回头。
不行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要继续唱好歌给我们听哈。是，阿爸就不记得啊，龙流年我要唱无哈。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待会啊，希望今天啊有一个万人 KTV 的感觉。是，如果你们会唱，都尽量给他唱出来。我们先让你们喝口水，喘口气哈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再回到新北欢乐椰蛋城巨星椰蛋演唱会，待会见。待会见。